兄弟们，我很严肃地告诉大家一件事，这个湖南村太欺负人了。这个村子这么大，刚刚我在这个村子里面逛了一圈，差点要迷路。而且这个村子环境又这么好，想要认真地记录一下都不行。所以现在我要懒了，我要用航拍飞机把这里记录下来。